原标题，一组孩子开学老照片，60后、70后、80后都看哭了。又到一年开学季，目送着孩子们去上学，回想起我们当年开学的样子，那一幕幕都仿佛是在昨天。可是这个夏天的尾巴，我们再也没有迎来开学同样的金秋，不同的开学季留给每个人的都是独一无二的回忆，是我们一去不复返的童年。对于孩子们来说，现在的生活非常幸福，这样的开学时光大概未曾见过，所以要更加珍惜现在的时光，更加爱自己的爸爸妈妈。信息来源未来网，你可能也感兴趣。28岁儿子查出癌症晚期，父亲痛哭，他天天快餐，一年200天还吃。二乾隆好忙，爸爸，儿子又火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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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三结婚59年，从不做饭，每天花100元下馆子。这对夫妻的恩爱秘诀是：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